件作品叫做土地与人交织的黄金，那黄金就是指的是毛巾的巾。那基本上我在谈的就是土地跟人的关系，然后从天空看下来，它就横躺在一个田地里面的大毛巾，一个黄金色的大毛巾。那透过整个的光影出来之后，会产生出毛巾的质感。那我本身嘛是到老了出事业，所以能做在这边做一件有意义的作品，感到很光荣，也很觉得很骄傲。云林有这样毛巾的世界八成的那个市占率，那我也很希望说大家再来这边做观光工厂，然后顺便体会毛巾的价值、毛巾的意义，然后顺便在湖尾这附近走走逛逛。我们今年呢除了有比较高单价的一个毛巾我们的一个新创我们会发表以外，我们11天，每一天都有一些惊喜，有摸彩活动，有卡拉 OK 比赛，那包括我们的纸风车在10月12日也会过来。那第一天我们就有大牛我们的罗时风，那第二天还有很精彩的活动直到最后是无双压轴。